近年嚟嘅室内运动馆会以丰富嘅项目玩法不断更新玩家嘅感官体验。前年开业嘅 Hub DS 潮玩运动街区，更系以15,000平方米嘅超大室内空间，同埋超过100项精彩体验，吸引咗玩家嘅目光。Hub DS 潮玩运动街区位于前海Hub天地嘅 B1 层，分为游戏同运动两个场馆。运动馆作为主体，包含咗多个热门项目，一张门票就可以畅玩运动馆，而且唔限当日入场嘅次数，俾你尽情体验。行入乐园，首先见到嘅系游戏馆，经过一排排嘅夹公仔机，每款公仔都令人好心动。场馆入面仲有经典街机、投篮等等唔同嘅电玩设备，可以喺微信官方小程式或者喺前台购买代币体验。运动馆以室内轻运动加亲子家庭聚会作为理念，尽量俾玩家一个无负担嘅游玩感觉。成个室内空间都系以轻工业嘅装修风格配搭主题霓虹灯饰，营造出一种高饱和低明度嘅空间感，就好似行咗入一座未来城市街区一样。休闲区有好多人喺度打桌球、掷飞镖、用拳击机测试力量。侧边嘅位置仲有积木乐园，适合亲子家庭体验，可以喺积木造型嘅城堡空间穿梭，或者由滑梯滑入海绵池，每种体验都充满住童趣。在街区中心的日轨广场和两边的 DS 波酒吧和自助精酿区组合成一个集休闲、美食、演出的综合空间。中心舞台逢星期五六的下午会有不定时的乐队演出，可以在自助精酿区买杯原浆啤酒，借住微醺的酒香邂逅一场精彩演出。向住地洞游艺街区方向行，可以睇到唔少 IP 潮玩打卡场。呢区仲有好多互动类型嘅桌上游戏，有桌上足球、桌面飞碟等等。街区嘅项目有射击、体感、棋牌同电竞类等等。射击类有岩层射击、日心雪射箭；棋牌类有休闲麻将、桌游等等。丰富嘅项目令人完全沉浸喺游戏之中。由嘉年华欢乐街一路行出嚟，都可以睇到好多必玩嘅项目。原心加速度碰碰车可以同玩家激情对撞，感受碰撞嘅快感。地壳滚石保龄球用咗8条21米嘅标准赛道，提供专业赛事级场地体验，俾你尽情投入保龄球嘅乐趣。高尔夫小镇有别于常见嘅高尔夫玩法，系用赛道闯关形式，设有7个唔同地形嘅关卡可以挑战，每个关卡都有唔同嘅入洞方式，可以解锁花式高尔夫嘅玩法。离街区嘅人相当多，听讲其中有大约60%嘅游客系嚟自香港，而且周末时段所占嘅比例会更高。要讲最受香港人欢迎嘅项目，一定系奇迹地慢滚轴溜冰场。呢度面积超过1,000平方米，场入面有 DJ 台播放音乐，着好装备之后就可以跟随音乐节奏喺场入面畅快获限。为了更好满足玩家的需要， Hub DS 潮玩运动街区会不定期更新项目，给玩家保持新鲜感。例如最近推出的吉他高手，是深圳第一间推出的音乐演奏类项目。电竞区还会同步提供最新的游戏大作，8月20日发售的黑神话悟空，在那日就上线给玩家免费体验，可以看到乐园尽力为玩家带来新体验的决心。